今天本会为了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举办电动自行车如何纳入管理公听会。谢谢各位专家学者及各单位代表的莅临。今天公听会讨论的题目提纲为：一、电动自行车如何定义，与电动机车、电动辅具及其他电动载具关系为何？这是第一个提纲。第二，电动自行车是否应有牌照、驾照？如何规范管理？第三，电动自行车之相关路权为何？比照慢车、机车、行人吗？这是第三个议题。好，现在介绍本会邀请的专家学者。首先介绍，这还有单位，不是只有专业学者。对，先介绍专业学者，单位在这里。这个意思，专业学者。好，我们介绍国立屏东科技大学车辆工程系林秋峰教授。万能科技大学观光参旅暨管理学院王荣祖院长。还没到吗？给我签到了名单，不然我这样会搞不清楚。打勾的是有的。哦，打勾的是有的。OK， 好。开南大学空运管理学系叶文健副教授兼主任秘书。东亚技术学院行销与流通管理学系房培慧教授。民传大学商品设计学系陈明礼教授。国立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国立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系交管系郑永祥教授。圣约翰科技大学机械与电脑辅助工程系杨进丁副教授。还没到。南台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许哲嘉教授。还有我们台湾电能车辆发展协会的郑成宏理事长。我们接下来介绍列席的官员：交通部范植谷次长、路政司林继国司长、法规会许宏达专门委员、道交辅导委员会徐台生组长、运输研究所张开国组长、公路总局林福山副总工程师、内政部警政署蔡宗义科长、法务部蔡立清检察官、经济部工业局沈维正组长、财政部赋税署李志忠专门委员、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陈美惠副组长、行政院环保署检任视察胡明辉、金管局林耀东组长、台北市政府林俊元股长、高雄市政府王伟哲股长、台东县政府观光旅游处王国政副处长、黄世轩技师。好，基隆市交通旅游处陈哲先处长。还没到，基隆还没到吗？好，桃园市政府甘淑竹技师。还没到吗？哦，南投县政府简义谋技师，范国珍技师，也是南投哈。好，我们接着介绍在场的立法委员哈。首先介绍陈欧珀委员、萧美琴委员、陈素月委员、赵正宇委员。交通委员会另一位召委陈雪生委员、郑运鹏委员。
好，我们现在请交通部范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应邀参加电动自行车如何纳入管理公听会，聆听各位委员及学者、专家、先进指教，深感荣幸。依1997年4月15日修正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规定，电动自行车系指经刑事审验合格，以电力为主，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且车重不含电池，在40公斤以下之二轮车辆。该等车辆与电动辅助自行车及脚踏自行车等同归属慢车种类中之自行车类别。有鉴于电动自行车行驶道路多有发生危险情形，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行车安全，引起社会关注，本部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之责，已推动短期措施，并研议后续的方向，以其维护民众行车安全。感谢业招委召开今天的公听会，以下请本部路政司林司长做详细的报告，谢谢。请路政司林司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学者、专家、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那么以下就本次公听会所定议程纲要以及本部目前有关电动自行车加强安全管理作为重点说明如下。在加强安全管理作为部分，为了加强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本部前于101年底召开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课题产官学公听会，并获有提升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的3项共识如下：一、电动自行车外形需限制；二、电动自行车应悬挂牌证；三、驾驶人应佩戴安全帽。那么就前开共识意见，经过本部公路总局财产法人车辆安全审议中心持续与业界工协会协调后，那么相关的办理情形说明如下。在短期措施部分，今年的4月29号本部修正发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范自今年7月1号起，骑乘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帽。二、今年5月3日修正电动辅助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刑事安全审验管理办法，明定自本年7月1日起调整放大审验合格标章尺寸，并规定其应悬挂于车辆后方以增加辨识。三、今年5月3日修正电动辅助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安全检测基准，分2阶段限缩电动自行车尺度，明定自106年1月1日起，那么从现行车辆不得超过全长2.5公尺、全宽1公尺、全高2公尺，下修为不得超过全长175公分、全宽75公分、全高115公分。那另外自110年1月1日起，再继续下修，车辆不得超过全长170公分、全宽70公分、全高110公分。那么另外在后续的这个推动方向部分，本部在去年104年8月27日道安联系汇报已经会同各县市道安汇报、执法机关、交通主管机关讨论或有共识。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成长以及衍生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那么应进一步来检讨有关电动自行车行驶的路权、违规取缔、强制佩戴安全帽、悬挂牌证等课题。那么本部将进一步来研议修正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更增强化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及交通管理的课题。那么接下来就今天所列的议程纲要来逐项提出报告。一、有关电动自行车如何定义与电动机车、电动辅具、其他电动载具的关系。那么电动自行车、电动机车、电动辅具及其他电动载具，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是分属不同的种类。那么首先在电动自行车的部分，依照1997年4月15号修正施行的道交条例第69条规定，电动自行车指经刑事审验合格、以电力为主、
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且车重（括弧不含电池）在40公斤以下的二轮车辆。那这个电动自行车与电动辅助自行车，还有脚踏自行车，同归属慢车种类中的自行车类别。那电动机车的部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三条第六款的规定，那么电动机车可以分为重型跟轻型两类。那重型机车的部分又分为普通重型机车，那么是指电动机车的马达跟控制器最大输出马力逾5马力，且在40马力以下的二轮或三轮机车。那大型重型机车是指电动机车的马达跟控制器最大输出马力逾40马力的二轮或三轮机车。那轻型机车的部分也分成普通轻型机车跟小型轻型机车。那普通轻型机车是指电动机车的马达跟控制器最大输出马力在5马力以下、1.34马力以上，或最大输出马力小于1.34马力，且最大行驶速率逾每小时45公里的二轮或三轮机车。那小型轻型机车是指电动机车的马达及控制器最大输出马力小于1.34马力，且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45公里以下的二轮或三轮机车。那么电动辅具的部分，是属于卫生福利部公告的医疗器材，是属于行人活动的辅助器具，所以它在道路上使用的权利与义务应该遵守一般行人的管理规定。那其他电动载具部分，依照道交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非属汽车及动力机械范围的动力载具、动力运动休闲器材或其他相类的动力器具，于道路上行驶或使用者，是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所以我们比较经常看到民众在公园或是其他特定场所使用的一些包括电动休闲载具，像电动滑板车、电动休闲车等，依照目前道交条例的规定，系不得上路行驶。那有关前开所提的各类这一个车辆或载具它的一个图示请大家参阅书面资料。那么第二题有关电动自行车是否应有牌照、驾照，如何管理规范部分。那么因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已经将电动自行车与电动辅助自行车跟脚踏自行车规定同属慢车种类，所以依照现行道交条例慢车专章的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并没有需要强制佩戴安全帽，也没有限制骑乘的年龄或者需要考领驾驶执照，也没有规定应该办理登记与悬挂牌照。那么为了更增维护电动自行车的行车安全，那么这前面已经有提到，我们在101年底召开的这公听会里面或有其中一项共识是电动自行车应该悬挂牌证。那么针对悬挂牌证的这个共识意见，那么按经本部法制单位进一步研析以后，因为就悬挂牌证以及后续所设车籍登记以提供违规举发事故处理之运用，均位于道交条例中规定或授权规定，按法治观点，若强制规范悬挂牌证，将有逾越母法之问题，现行尚难推动，但可借调整合格标章之尺寸及粘贴或悬挂位置做法，来提高电动自行车的辨识度。那么本部已经在今年5月3号完成修正这个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行车安全实验管理办法，以及电动辅助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安全检测基准等规定将这个电动自行车新车自本年7月要起要粘贴或悬挂放大的合格标章。那么第三项，电动自行车的相关路权，比照慢车、机车或行人。那么依照现行条例慢车专章的规定，那么行驶道路的时候，电动自行车是跟一般的脚踏车相同，应该遵守条例及条例授权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慢车的规定来行驶。那么以上摘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先进指教，谢谢。好，我们补介绍郑宝清委员也到场哈。各位委员如果有要发言的，可以到前面来做发言的登记哈。与会人员发言前，先做以下宣告。第一，每位发言时间8分钟，专家学者发言请站左边的发言台。
左边哈，用需要用简报 PowerPoint 的或者什么，可以到右边来，没有关系，没有那么硬性规定哈。原则上由专家学者及单位代表先行发言，再由委员会哈。我们过去是这样，那现在因为今天还有其他委员会都在同时开会，所以为了让委员方便，所以我采取交叉好了，交叉哈啊。如果不急的委员愿意多留一会儿的，我们就让专家学者优先发言哈。来，全部人员发言结束以后，再请交通部做整体的回应。那本次会议是公听会，依惯例不处理委员提案。现在我们先请台湾电能车辆发展协会的郑成宏理事长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长官、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电能车辆发展协会理事长郑成宏。以下跟大家说明，为了台湾环境的永续发展，过去在追求环境的保护与空污的防治上面，大家努力很多，尤其在汽机车的废气排气上面，我想很多部门，不管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不遗余力。那在民间的电动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付出相当大的心力。所以在民国的96年6月14号，就由100多位委员三读通过推动电动自行车。那在97年4月15号，由交通部开放电动自行车拥有合法的路权，好，归类为慢车。归类为慢车，刚刚林司长也有跟大家做说明。那台湾电能车辆发展协会及业者为了配合国家环境发展政策，经过9年的努力研发的电动自行车的成果有目共睹。那目前在市面上已经有18万辆电动自行车，那不仅是降低了空气污染及伤害，更成为了银发族、蔡兰族、外配部落居民、青少年，甚至外国观光客等不可或缺的一个短程代步的好帮手。当然，在电动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的确面临了不少管理方面的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需要产官学界各集思广益一起来努力的，并凝聚社会共识后共同来推展。因此，为了做好电动自行车的管理，电动自行车产业积极配合交通部在管理这部分开始规划进行电动自行车悬挂牌证的措施。那原本也是预计在今年7月1号可以实施，但因为刚刚林司长所说的跟母法可能有相抵触而作罢，好，暂时作罢。那在今年1月14号，我们协会事实上从去年就一直跟交通部在做这方面的沟通，那交通部也是委托我们协会去跟这些业者做协调，这个牌证到底要做多大，尺寸要多大，这都是我们协会协调出来的。而且我们业界都已经有个共识，大家认为这个交通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悬挂牌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纳入监理单位的管理。好，所以协会跟产业界事实上是非常配合政府这方面的用意。好，那但是业者对于政府立法单位在管理上的用心是非常感激，也非常愿意配合。但是对于日前交通部提出明年可能电动自行车就要纳入机车管理并考取必须考驾照的提案，我们业界还有一消费者感到非常震惊。因此协会在业者在此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我提出下面的5点说明。第一个，电动自行车时速25以下，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不用考取驾照的，但是在台湾这边，因为电动自行车长相实在太像摩托车了，
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悬挂牌证以作区隔。那之前因为这个法案，我们这个母法是9年前定的，我们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小张的闪电标章，那当然在分辨上面会造成一些困扰，那也让民众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反正警察看不出来我这一台到底是什么车，你要抓我也不好抓，所以很多的违规案件就是因此产生。所以我们认为说电动自行车出厂的时速一定要控制在时速25以内，那如果一有这个违规的话就应该下去开罚，警察应该要取缔，那有的这个牌证警察就好取缔，所以挂牌证是我们一定坚持的。那如果一个时速25公里的慢车都需要考驾照的话，那现在我们社会上出现很多比如说脚踏车或者其他竞速车在路面上它的时速都超过25，像我自己是自行车队的，我有时候骑都要骑到60，那甚至整个车队闯红灯，这种层出不穷的状况的话，是不是这个慢车其他种类也应该要来考驾照？但是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子啊，考驾照绝对不是唯一的良药啊。那第二点我要说明的是，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评估，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它的肇事数或者肇事率比机车跟一般脚踏车都还要低。那从根据103年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的统计，电动自行车的肇事数目在103年仅有1595件，一般脚踏车肇事的数哈，将近是电动自行车10倍，它有14970件。那机车的肇事率呢，是27.6%，它去年在103年将近有30多万件。那电动自行车呢，它只有占我们肇事数量哈，只占它的电动自行车只占8.8%，不到机车的三分之一。那如此一来，更应该管制，更应该去我们要去研讨的是机车跟脚踏车的它的管理。当然，我不是说电动自行车就不要管理，电动自行车还是要管理，因为这是交通的整体一部分。好，但是现在交通部跟立法单位是应该加强所有的车辆的同时管理。那慢车如果它的肇事的，事实上这个肇事的危害性跟速度是有关系的，慢车时速25以内，它的肇事它产生的后果事实上是比一些快车来的轻微很多。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慢车的部分以这个数据来讲，它的安全性事实上是比快车好很多。再来，电动自行车它有灯光，有方向灯，这对一般民众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代步工具。那这方面的话，这个如果把它纳入要考驾照的话，那这些族群事实上我们所谓的重要族群就包括英法族、外配、外国观光者还有青少年，这些人他是比较难去考驾照的，你没有一个安全的代步工具给他，他就是无照去骑这些所谓违规的车，无照去骑这些快速的车辆，那产生的社会问题可能更多。那再来，如果你完全纳入机车管理，你的这一台电动自行车的成本势必提高很多，那中低收入户他们的使用权，他们的使用意愿就会降低很多。那这个是再来，由这个产业面来讲的话，已经发展9年的这个全省在经营这个电动车相关产业有1000多家，它的家庭数有上千个家庭数，所以这对我们来讲的产业是一种很大的危害。再来，它对我们的环保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贡献。今天环保署检认视察也有过来，我想他过去18万辆对台湾的环保，待会也可以请他来说明一下。所以纵观以上这么多的说明，我们可以认为说，电动自行车是让挂上牌证，然后加上我们业者的自律，还有我们的
教育，我们业者愿意到学校去帮这些学校做电动自行车的教导，然后针对观光地区，我们应该用宣导短片让这些外籍人士了解台湾的一个交通安全，那业者必须要审慎评估它适不适合骑乘，那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慢车这些族群他们的权利。那这些慢车的使用族群，事实上他们都是非常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有些不孝业者的话，我们就应该以悬挂牌证强力取缔这种方式来执行。那15岁到24岁这个族群，事实上都是在每一种车辆都是肇事率最高，在电动自行车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族群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深入校园，我们业者愿意主动深入校园去做这方面的教育，所以我们也提出来电动自行车应该规范在14岁以上才能骑乘。以上是我们协会跟产业界的一个心声，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理事长，因为我们今天出席的人员很多，请大家要注意掌控时间，谢谢。我们接着请陈欧珀委员发言，因为他比较赶哈。李坤泽委员发言要登记，谢谢。谢谢主席，各位议会的专家学者，各位单位代表，大家好。今天是安排电动自行车如何纳入管理的公听会，主要争点呢是在于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69条，就是电动自行车以及电动辅助自行车是否要纳管为轻型机车的问题。本席觉得这个交通主管单位要慎重其事啊，慎重其事。那毕竟我们电动车的发展呢，是政府主要推动的一个方向，也符合节能减碳。那目前呢，相关业者已经投入相当多的经费跟研发，市场有一定的规模。那整个政策应该多加鼓励，而不是应该未经前面的沟通就贸然订定一些规范一些来实施。那我再强调是政策是贵在于这个整个的落实。那毕竟呢，这个关键我们还是要以民意为依归哈。那我提出3点看法啊，请大家来理性探讨。第一点呢，交通部片面来宣布这个将电动自行车呢修法归类为挂牌的轻型机车呢，这个过程相当的粗糙啊，令人无法认同哈。那我知道交通部去年就开始找一些我们电动的自行车的业者呢讨论过很多次悬挂牌照的一个上路的问题，那当时业者也都配合啊，那希望透过牌证的挂照呢，让电动自行车呢更具有骑乘的效果跟管理的执行啊。后来因为我们整个法源的这个依据，交通部又自行喊卡啊，但是呢，交通部日前又以这个电动自行车造成这个频繁的这个车故这个事故呢为由呢竟然片面要规划将电动自行车要纳为这个悬挂轻型机车牌照，且规定驾驶者必须要有这个驾照才能骑乘因为这个部分呢跟同样个类型的电动辅助自行车同样都是时速25公里以下，那等于这个是因为它是电动自行车跟电动自行车它的外形比较像轻型机车，所以你就纳管说这个一定要考照然后一定要这个挂这个轻型机车的牌照。我认为这样子不合理的不合理。不合理的原因就是说，人家会觉得很奇怪，长得比较像的，就是要同样实际是效果是规定是这个40公斤以下的然后时速是25公里以下，同样都是这样的规范，那为什么这个电动自行车要考照这个？我觉得这个不但这个会影响整个我们民众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意愿，同时会扼杀我们业者的生存空间实在不应该贸然来实施。第二点呢，欧美的相关国家，刚刚我们理事长提到，几乎全世界的国家25公里以下的这个都是免驾照的一个驾车嘛，对不对？刚刚你也提到我们理事长提到那个台湾的这个城乡差距非常的悬殊啊，都会区以外的大众运输不发达
如果我们贸然要求这个考照呢，这个无助于解决这个高龄驾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在委员会我们讨论很多次的哦。本席来自宜兰哦，我们这乡下地方说这个就电动自行车或者将来这个要考照的话哦，包括这个啊75岁以后将来也要考照的话，这个在地方上好多我们的乡亲跟我反映哦，这个是执行上真的很困扰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台湾不要这么特殊哈，因为其他国家25公里以下的啊，这个所谓的电动自行车也没有驾照的问题，一定要考驾照的问题。那我们这个这些高法的高龄的这个英法族、蔡兰族、部落的原住民，还有偏乡的一些外籍配偶的中低收入者，好多的族群，如果再贸然实施的话，会让这个偏乡的这些长者更为不便利哈。那也无助于解决我们高龄驾驶驾照回收的问题啊，这个是要慎重。第三点，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呢，只要求考照啊，是治标不治本的，啊，是治标不治本。很多人有驾照啊，他难道不违规吗？他照样违规啊，对不对？所以驾照重点是在管理的问题了。我认为是不要要求形式上的一张驾照，重点是你怎么管理哈。所以我希望这个我们将来这个能够应该修法将目前悬挂合格的证呢，为了便于管理跟监理单位的一个警察单位的这个管控的牌证呢，那电动自行车呢悬挂的牌证纳入管理啊，纳入监理了哈。那警察单位控管后也应该加强要求强制投保的汽机车的保险啊责任的问题啊，这个才是比较有效哈，能够控管让驾驶者不至于有存在侥幸的心态，啊，加强管理，啊，加强管理很重要。我们反对说这个，如果是贸然实施的话，哈，那些守法者哈，造成不方便，啊，那些不守法者呢，啊，就这个他这个有驾照在手啊，反而会是不是有心态说，反正我有驾照，啊，速度更快，啊，那肇事率也更增加了哈，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不应该这个，只是要求一张形式的驾照，啊，这是三点看法。那我非常同意我们相关业者跟我澄清，因为我在宜兰地区呢就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今天特别，把我的状况呢跟大家说明啊。我们希望交通部慎重其事啊，慎重其事啊，这个法呢还是要跟我们业者哈，跟我们今天的相关的专家学者大家沟通以后呢再做处理啊。以上，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屏东科大车辆工程系林秋峰教授。还有我们在座这些专家学者哈，还有我们的记者朋友们，我大概。针对刚刚这个议题，我大概提出我的一些想法哈。那其实刚刚在交通部的报告里面，还有我们郑理事长，还有我们陈委员都做了很好的一些分析哈。那我大概针对两点来跟各位谈我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大概就是说，其实刚刚也我们郑理事长也谈到说，在25公里时速25公里以下的车辆，在全世界都没有在做相关的一些，就是要求他们要有驾照啦，类似这样的东西哈。所以这呈现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要讲的 point 是这样，就是说，其实科技的发展哈，它很多新的创意出来，可能常常都有一些新的一些不同的产品出来，就像刚刚我们交通部在报告那个 Segway， 好，说一些就是现在有一些 Segway 那个东西，事实上这些东西它层出不穷都会出来，可是事实上你真的很难管它，好，那所以其实我要谈的重点说，其实我们要去注意到说，事实上科技的发展整个创新它是层出不穷的，可能哪一天它要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根本没办法管。当我们没办法纳管的时候，那可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到底你要怎么去管理它。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基本上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角度，
比较放宽的一个角度来容纳这些创新的东西出来，而现在是让我们台湾正处在一个要跟全世界竞争创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就心态上来讲，就我们产业的一个辅导上来讲，就像刚刚我们很多位包括我们交通部，我们政还有我们的那个政理事长也谈到说，事实上我们厂商也花了这么多心思在这方面的一个研发。好，那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说我们应该从一个比较放宽的角度来思考，不要让它有太大的拘束哈。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当然今天我们要谈到从整个的一个管理上来讲，我们一定要去注意这个事情。那管理呢，它包含两点，第一个就是说我车辆的品质，第二个就是用车的人他的一个品质。所以车辆的品质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我相当赞成。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在要求挂驾照之前牌照之前，当然要不要挂牌照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必须再做更深入的一些讨论。可是在没有要求要挂牌照之前，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粘贴，应该在车辆上面要有合格的一个标章，比较明显的一个合格的标章。而这样的合格标章呢，事实上我们必须相关单位应该要有比较严谨的一个规范在那边。譬如说好，实际上现在我们要求要25公里以下，可是呢以我们所了解，以我个人所了解，事实上那个控制器你要去替换它并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车辆一部车子卖出去，那或许说今天用车的人他去改了车子，他把控制器替换了，所以以至于它的速度就不是现在25公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它？所以说其实我是觉得说，就一个我们应该要有品质认证的厂商去保证他自己的车子，然后再过来呢，当我们车子卖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相关的机制，它能够去保证这部车跟当初卖出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第一个在车辆的品质上面，我们必须包含当初一开始要卖的时候的认证，还有他卖出去之后，我们怎么去保证他车子是没有被动到的。当然我们电动车同样的，它会面临到整个，因为它用到那个电池，所以整个电池的管理这个部分，实际上我们也要去考量这个问题了。因为当然我们来谈电动车，一般来讲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比较 clean 的一个 energy 的一个 vehicle， 可是呢实际上电池的部分可能我们也要去注意。所以总体而言，我们对车辆本身它的品质我们一定要控管好，一定要好的品质，我们不要让一些其他国家一些比较劣质的一些车辆电池它进到我们台湾来，这样子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好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用路人那个用车人的一个品质，像刚刚我们也谈到说，事实上如果真的你要给他要求他驾照，是不是会有多此一举，是不是会有产生一些更少人愿意来用这部车。可是呢当然我是觉得说，我们的确也要去注意到说，有些他年纪如果太小，事实上他电动化他到25公里，事实上还是有他控制上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在年纪太小，就刚刚我们郑理事长所提出的，郑理事长刚才所提的是14岁以下，或许你必须对他做管控嘛。那或者年纪太大，假设说是七八十岁以上，事实上联合国现在说75岁以下都是青年人了。我说年纪真的太大，或许你不太适合让他骑。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年龄上，或许我们应该有一个机制了。当然这个机制我们怎么去 control 它，我们是用一个比较属于劝导的方式，还是真的一定要去硬性去规定它？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我们必须要去深思了。那总体而言呢，我的建议说，其实要因应整个国际上的一个趋势，我们在国内我们做这相关的一个规范，我们不应该太过于把它限制得太紧，我们应该用一个比较开放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同时兼顾到我们整个交通的安全，而且我们能够兼顾到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以上大概是我的建议是这样，谢谢。好，我们谢谢林秋峰教授。我们接下来请陈淑月委员。
谢谢主席。各位官员哈，各位学者专家哈，还有各位业者代表哈，各位委员，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是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如何纳入管理哈，这个议题在办理公听会嘛哈。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交通安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是我们这个交通安全的管理哈，应该就是针对这个不同的形式的这个交通工具要有不同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知道说，因为刚刚有听到路政司司长报告，就是针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的部分，目前我们公部门跟业者的部分所达成的共识，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外形需限制，电动自行车应悬挂牌证，还有驾驶人佩戴安全帽嘛。据我所知，这个部分业者是没有意见嘛，可以接受的，那这部分本席也是没有意见。那现在比较有问题的，可能就是说我们交通部在最后面这有提到，就是说即将研议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哈，可能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要求考照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哈。因为我们知道说目前在电动自行车的使用的族群哈，大部分是以这个就是在考照上比较有困难的族群哈，包括这个年纪大的长辈，或者是外籍配偶或者是妇女为大部分嘛哈。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在管理上要求和机车同样的一个标准，要求他们都需要考照的话，那真的是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哈，因为一样要考照，那他们可能就是会选择机车哈，选择来购买机车。所以这样的政策一旦实施，我相信对这个产业的打击一定是非常的大哈，就是说对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一定会影响非常的大。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整个生活环境哈，我们地球的暖化，气温越来越高，大家都感受得到，那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那我们也知道说机车所排放的废气所产生的这个 PM2.5 会造成人体健康很大的影响，甚至根据那个医学的研究，那个妇产科医师的研究，他们也说这个机车的废气甚至会导致就是妇女在这个子宫肌瘤方面的这个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要去思考，所以在降低这个污染，鼓励这个绿能低碳的这个交通工具，也是政府过去几年在推动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很多业者投入很多的资金或者是说研发在这个区块之后，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政府在未来这个区块我们要去思考，不要因为一个政策的一个实施，然后造成产业的一个发展被打击，就是造成一个失衡的一个状态。所以本席在这里就是建议说，因为目前我们去看电动自行车会发生肇事的原因大概就是超速嘛，就是在这个速度上可能超过25公里哈，时速超过25公里，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速度上去思考，怎样去确实落实这个限速的一个问题？好，对于业者生产的时候，就是严格要求他们那个机车的功能的时速哈，就是不能超过25公里。那如果说这个电动自行车上市之后，在行驶使用上速度超过了，是不是有经过变造或改造的部分？我们这个部分如何去处罚或者去限制，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了？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要通盘的去思考，全方位的一个思考，希望让这个使用者能够方便，然后这个产业也能够照顾到啊，当然我们这个交通安全的方面我们也能够周全。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开南空运管理学系叶文健主秘。主席、各位委员，还有与会的代表大家好。
那在这边的话，我针对电动自行车如何纳入管理这个议题提出几点我个人的看法。那首先当然是给予交通单位的一个肯定，就是说长久以来其实交通安全是我们交通非常注意重视的一个课题。那特别在电动机车这一部分，那经过相关的产官学公听会，其实初步的也有提出大家具体的共识，包括整个应该要配挂牌证，那驾驶应该戴安全帽，以及自行车外形的一个限制。那我相信这三点在初步的执行上大概都是双方有共识，也对产业不会有影响。那同样的它对于交通安全的事故的降低，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帮助。那只是在于说我们后续要推的如何让牌照管理能够更落实，以及如何让驾驶人能够更遵守我们所谓的交通安全的一个相关规定，是不是要纳入考照等议题，那我进一步做说明。那首先的话，我们一般在做交通管理，其实我们大概都着重三个层面。第一个大概就是教育的层面，让民众知道怎样是一个安全的行车的方式跟规则。第二个部分大概是工程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赋予它有足够的行驶的空间，也就是相关的路权，它到底是偏向我们所谓的慢车的管理，还是走向自行车的管理。那第三个部分才会是我们所谓的执法。那执法的目的其实是要去确保民众有没有符合整个安全驾驶的一个规定，所以它通常应该是在最后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觉得最大的关键，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些肇事的件数，或许业者提出来的机车自行车是远高于电动自行车，当然这个是在使用的一个母数跟曝光量上的一个考量。但是我们不可讳言的，我们即便在机车或汽车相关的一个考照规定上，所有的驾驶人也都经过整个考照取得适当的一个牌照，可是相关的违规案件还有我们所谓的肇事案件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教育，不管你电动自行车，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做到好的教育，尤其是刚刚提出来的数据，特别是在一个年轻族群，他的失事的相关的人数是高的。第二部分就在于说，我们如果要做到相关的一个管理，刚刚前面的几位先进也提出来，会着重在一个是车辆的部分跟驾驶人的部分。那我一般在车辆的部分，现有的牌照管理或许能够方便辨识它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关键，我是在这边提出来，就是我们这个牌证管理到底是授权制造的厂商以它的审验标章作为一个认证，还是它必须经过我们的监理所监理机关做一个认证来做整个牌照的管理，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做一个考虑。第二个部分就在于说，我们怎么持续去确保这辆车是符合道路安全行驶的标准。所以刚刚也提到了，特别是这种电动自行车，它的相关的驱动方式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动力的汽油的车辆其实是相当的不同，所以我们的监理单位如何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监理控管，或者是如何授权厂商去做例行性的一个维护，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驾照的部分。那其实刚刚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车辆，其实我们已经限缩它的一个行驶的速率在25公里以下。那后续也会针对车型的一个尺寸、外观做一个规范，或者是一个标准的设定。在这边的话就牵扯到我们这个执照的考照到底设定的等级，它是比照我们的一般机车驾驶人吗？还是它是一种新的类别的考照，赋予它新的执照？第二个就在于说，这个考照完以后，刚刚大家有提到，
我们怎么再进一步去做管理。我们最近其实发觉的很多，也不管在汽车机车也都有提出来，就是高龄者我们怎么去确认这样的驾驶人他还是能够适合在道路上行驶，不管是一般的车辆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电动自行车，大概都会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做整个安全管理上，不管是针对驾驶人自身的安全，或者是来确保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我觉得这一点不管是交通单位还有相关立法部门，其实真的在这方面给予重视。那我是觉得说，未来在做商议的话，有一些像牌照或者是安全帽的部分，真的是要尽快推动，让整个的安全管理安全能够做到确保。那至于说驾照的部分，我在这边是觉得说他应该要再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审议，就在于我们刚刚讲的他要用什么等级或什么方式去考，是只有笔试还是要跟机车一样逐渐的纳入路考。第二个是在于说这样的一个审验的标准，我们后续怎么样再去做确认跟确保。那还是呼吁刚刚讲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道路安全的教育，越早扎根会越好，那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守法。所以以上的相关建议在这边，那谢谢各位。好，谢谢主秘。我们接下来请李坤哲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那近年来，我们政府以及民间，因为在低能减碳的方面，大家有共同的想法以及推动。那加上地方政府旅游业要推动观光旅游，有它的一个需求，所以电动自行车蔚为风潮，骑乘的人越来越多。那除了低碳旅游之外，其实在一般民间我们的外籍配偶在还没有考取驾照之前，电动自行车也是他们选择的一种交通工具。另外银发族我们的阿伯阿姆也是以采取在乡下偏乡地区也是以电动自行车，在这几年也渐渐的得到银发族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交通工具。低碳旅游都是我们推动电动自行车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低碳旅游之外，安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我们思考的元素。那在这几年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发生这样的一个不幸的车祸，其实件数是越来越多。那如果我们按照警政署的统计，在过去五年来，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从273件增加到1043件，受伤的人数也从369人暴增到1495人。这五年来增加的幅度是增加了三倍。那在过去100年左右都还没有因为电动自行车肇事而死亡的案例，但是103年、104年连续两年都有四人死亡。那我们在推动低碳旅游安全，这个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所以我们在针对电动自行车相关肇事的原因，大家有多所讨论，最主要的还是在于速度的问题。速度是否要按照道交条例第69条所规定的，电动自行车它就是属于慢车，它就是属于自行车，它不用驾照，也不用牌照，也不用考照。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实际上我们看到一般的民间或者是旅游区，因为业者擅自调升速度，本来按照道交条例第69条规定
是要以25公里，如果超过25公里，就要按照道交条例第12条，要处以罚款，因为它就是超过25公里，就是一种普通的轻型机车的。那基本上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在观光区其实都被擅自的调速，有的甚至调到40，甚至50。那在观光区，尤其是垦丁，垦丁当地的救护率第一名的就是电动自行车，现在每年都将近有100件左右的这样电动自行车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车祸，造成伤亡。那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规范里面，我们如何要去订定相关的安全的规范？那其实大家有提出不同的见解，有认为还是要把速度限定在25公里以下。那其实在限速25公里，我知道业者就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台北的我们的理事长也曾经到研究室来拜会过我，那大家讨论的议题就是说25公里是否要自动断电，但是南部的业者也到服务处来找过我，他们认为不应该限速25公里，而且他们认为速度还要更快，因为他们认为爬坡会有问题，25公里断电的话会有问题。那南部的业者又分两派，一个叫碟刹派，一个叫鼓刹派，他们认为速度就是因为刹车的系统有些问题，所以采取碟刹的话会比较安全。那做碟刹的又少数几间，鼓刹派的又很多间，所以在电动自行车业者本身意见就应该要先统一了。我们都希望低碳旅游安全，这是电动自行车能够争取更大市场的重要的三大元素，这是缺一不可啊。那在目前有发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其实在3月28号我质询跟提案的内容，就是希望能够规范骑乘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帽，而且要必须在最后的审验端加强控管擅自可以提升变速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要加以限制。那很可惜，交通部有自己主观的想法，将我当天的提案要求规范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帽的提案改为强烈的要求严格审验，积极的严厉，积极严厉要纳入机车管理。那其实对此我是表达遗憾，不过虽然这个提案经过交通部的主观意见加工之后，业者对我颇有意见，但是作为一个立法委员，被污秽被骂其实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站在低碳旅游更重要的安全的方面啊，来作为对于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辅导。那我们看到如果是超过25公里，按照道交条例第12条的规定，它就是必须要处以罚款。那我们现在的电动自行车，今天业界学者提出都很多正面积极的看法之外，其实主导的相关的机关就是我们交通部路政司，必须针对电动自行车目前的想要积极推动的纳为机车管理，交通部应该跟学者跟业界多聆听大家共同的想法。那其实在目前交通事故屡屡发生之际，业者也必须跟
我们的政府跟交通部跟立法院大家共同的来研拟，对于低碳、对于旅游、对于安全，我们如何去落实，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国立师范大学杨聪荣教授。各位大家好，那个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我想就是说目前我们在这个交通委员会这边审查，但是呢就是诚如刚刚的委员所提到啊，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的发展过程里面啊，其实要有很多不同的考量啊，有这个有关于这个节能减碳啊，然后油气方面的那个发展，还有科技的那个本身的发展，还有另外就是说它也可能是跟产业的发展有关啊。那我们是在那个就是站在这个环保那个环保团体哈，环保的那个委员会里面哈，对于这种技术的发展哈很有兴趣了哈，所以我们就说看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发展啊。那我个人的话就是有这种就是说，包括是从脚踏车就可以直接加装，那也有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新的这个载具啊。那大家看到那个交通部的这个报告上面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现在新的类别啊是层出不穷了啊，包括这个有点像电动滑板啊，或者是像这个 Segway 啊，或者是像这种新的这种平衡车啊，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老人代步车等等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在目前的那个科技的发展上啊，其实在台湾怎么样能够兼顾啊安全，还有就是说这个这样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刚刚我听到那个委员的报告，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有办法设立一个机制，让至少像我们是在推动这个绿能发展的这个学者，那么也觉得说技术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在技术发展的过程里面就可以介入，可以就是可以有意见，可以参加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刚刚谈到，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做这个公共决策的时候，也会参考业者的意见。但业者的意见呢，可能他不见得就是说会把这些我们对于公共的这种考虑哈纳进来哈。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就增加这个互动哈，那是一个建议啊。那么我们说从这个动力的角度哈，现在那个电动自行车现在之所以会发生混淆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现在目前所分的这个两类，一个是以全部是以那个人力为主要的动力，那另外一个是以电力就是说电力为辅助的那个，就是说电动辅助自行车跟这个全部是电力的这个自行车，基本上它是还是放在一类，还是放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规定里面。那虽然目前在标章上是有颜色上的差别，有红色标章跟黄色标章，但实际上在路权方面实际上是就是没有办法做出区分来，目前还是把它归为慢车。那我们实际上去使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个范围里面的东西也是差别非常大。那么现在有一些厂商所提出来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你从外观上来看，基本上跟一个轻型的自行车是没有两样的，那以至于就是说在执法的过程里面经常会发生混淆，那经常会发现就是说，警察就是交通大队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会上前去问他说，你这个车到底是有没有这个验证的这个章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然后才去决定说到底是不是要去看看他是不是需要这个驾照或者是牌照或者是这个安全帽啊。那我想这个是主要混淆的问题。可是因为不能因为这个混淆你就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啊，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会造成非常大的混乱啊。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如果你现在去考察那个科技的进步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这一类即使是最简单的，我们把一个脚踏车把它就是说加装这个电动辅助器，它也放在这个范围内。那么如果你现在就是说
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那个方案，把所有的这些管理都纳进去，你不但会造成你管理上的这个负担，而且呢，从这个鼓励这种创新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利的这种做法。同时呢，还有一个情况会是说，以目前这个新，就我们目前有考察过这个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做法哈，它甚至可以在未来哈，未来一般的脚踏车上面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基本的选配项目，就你可以把它加上去，你也可以随时不用它哈。所以因为它这个是目前这种这方面的进步哈很大，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哈，这个混淆本身哈是应该加以厘清啊。然后呢，但是呢，就说原来的这个类别哈，还是要把它保留。那但是呢，就说怎么样去做出这个区别来？那另外啊，有一个重点是在于说，假如我们现在在考虑这些政策的时候哈，也许必须要有一个上位思考，就说不能只有从交通管理的角度，站在只是管制的角度，你还要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是如何鼓励哈，然后科技的发展，怎么样让这个科技发展做得更有利于国计民生哈。比如说如果在技术方面哈，假如你事先就能够在安全方面就已经加入这种就是说考虑的话，其实以目前的这种技术实际上是可以比方说利用 APP 啊，利用其他的那个速度的控制啊，把它直接做在这个设备里面，让它碰到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就去做出调整来。那这个呢，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陆续把这种可能的那种产业规格哈，或者是说实验性的这个项目，把它慢慢加进来。那所以说我建议说哈，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目前这个相对的那个规定还算清楚的情况下哈，我建议就是说哈，我们目前的这个区分哈，可以把它更加明显。比方说目前有黄色标章跟这个红色标章，那怎么样让这个就是这个标示能够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把它挂出来，让它更明显。那另外哈，还有一些实务上哈，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小型的修正哈，让这个冲击不会那么大，然后我们可以试验看看哈。那我这边的那个建议是说哈，目前的这个规定哈，它的那个大部分大家考虑的是速度哈，这个刚刚有提到很多这个是25公里的这个速度，但是呢，如果你从重量的那个角度哈，重量我觉得也是可以调整。目前的那个40公斤的那个重量其实是相当重，那么对于各种这种轻型的哈，轻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规范哈，其实可以在稍微减缩它的这个重量哈，可以限缩到一定的范围，然后让更多哈会造成混淆的这些电动自行车，它其实可以纳到轻型机车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还有呢，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哈，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哈，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会扰民的部分哈，也许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来解决。那比如说像目前安全帽的规定哈，我想就是说是不是也可以发展一个轻型的安全帽哈，那么对于这种电动机车先劝导使用轻型安全帽，提高使用上的安全哈，可以把这个问题克服到一定的范围内。好，我的意见到这里，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亚东技术学院行销管理学系的方培慧教授。下一个名传陈明礼教授，请准备。哎，主席，哎，各位，大家好，我是亚东行销黄斐慧，可以下一页，谢谢。那我的背景是那个人因工程背景，所以我今天会以人因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交通安全。那另外，我有在前年的时候执行这个电池交换营运系统，就环保署的计划案，所以对于这个电动机车、电动自行车，还有电动二轮车以及电池交换系统有一定的了解。好，下一页，谢谢。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我就先针对这几个章节来分享。首先先看一下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先看全球的发展，在
独立市场研究公司它有预估2014年到2019年期间各项复合年均增长率，那么在销售收益的部分来讲，可以达3.12%的增长，那出货量4.35%，锂电池的市场可以达30%以上，所以表示说电动二轮车的市场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到锂电池的产业。那么电动自行车的市场最大的市场有两个，一个是欧洲市场，啊，那它的这个 CAGR 呢，可以预估达7.9%，好，7.09%，那中国大陆是3.94%，谢谢。那么在台湾自行车市场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它是从2009年开始有销售的记录，然后一直到2015年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从2011年开始，就有20,000多台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成长。好，那电动辅助自行车是从2006年开始销售，那它的销售量在所有的电动二轮车来讲的话，电动自行车基本上是主流，只是说一直这5年之间一直没有突破25,000台。好，所以这个产业基本上我们可以共同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好，下一页，谢谢。那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要先知道一下整个产业对于环保的一个贡献。那我就去推估2010年到2016年，因为我们讲过之前的统计是从2009年开始有销量，那我们透过2009年的销量来预估说它在2010年骑乘的时候它能够削减的这个污染量有多少。好，下一页。那我们的推估公式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计划案，就是环保署的计划案，我们推行了17个月，然后在17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了解会去骑乘电动机车和电动自行车的用户使用者，基本上它是取代67% 的人是取代机车啊，然后呢2% 的人是取代这个汽车。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去计算，那平均呢骑乘是3公里，然后去推估它的各项污染源。好，下一页。所以它的这个我推估出来2010年到2016年各个年度它是一个累计的总量，发现说到了2016年的时候，它全部累积的这个废弃物的这个排放量呢是599公吨。好，谢谢。好，下一页。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台湾的全球的电动自行车的市场，那以及台湾电动自行车的市场以及对于环保的贡献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定义哈，就是说它的属性就是二轮车辆，然后最大行驶速度是25公里以下啊，然后那个车重是40公斤以下。那在采用锂电池的话，铅酸电池的话，它的重量总车重大概是56到70公斤。那锂电池的话，目前都是采用锂电池，那车重总车重是46到49公斤。好，那或许我们会知道说，采用这个锂电池，可能它的重量可能会过轻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参考一下。好，按下一对，所以我们我个人是觉得说，电动自行车的归类应该是属于慢车。谢谢。那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应该要牌照还有驾照的一个需求，我是朝人因的一个角度去探讨。因为在道路安全里面来讲，当然刚刚发表的这个专家学者和委员他们都抓到重点，机车它本身的品质是很重要的。那但是有两大因素是交通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还有道路的标志，好，道路的品质跟标志。那我们先探讨人的部分。人之所以在骑机车影响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的态度。那这个人态度会受到年龄、性别还有经验的影响。你的骑乘经验，那你的年纪，你的年纪越轻的话，你比较喜欢飙速嘛？好，那年纪越长的话，他可能会注重安全，可是 maybe 女性的部分，好，或者是说男性部分的考量不一样，所以他发生的危害的事故也不一样。然后你的骑乘经验，你的骑乘年资啊，你要说我开车开得很顺手，可是你忽然换了机车，那个经验是不一样的，那都会影响到判断。判断是什么？你认为说这件事情的风险，好，你觉知到的风险。好，你感受到的风险，然后影响到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是正常的骑乘还是违规？那违规的部分当然有包含不正当的行为或错误的行为或者是超速。好，那在所有的研究里面来讲的话，在交通安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速度。好，那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它如果归类慢车，而且它
限速25公里以下，而且它的这个设计来讲完全没有办法超过25公里的情况之下，好，我就在这个部分来讲，考照是不是有这个需求？好，下一页。对，所以我是建议说可以朝向态度这个部分来做加强，那在加强的部分就是加强交通安全还有法规的教育宣导，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是主轴。那但是就是说在加强的部分来讲，可以严格取缔电动自行车改装，提升行车速度，因为我刚才讲速度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不要让这个速度超过25，那基本上整个安全性它的这个权重就变得很，就是危害性就变得比较低。好，下一页。对，所以我是认为说目前来讲，好，如果这两样有把它掌控好，那考照的一个需求并没有这么的强烈。好，下一页，谢谢。那在路权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建议说就比较机车，那但是因为它是属于慢车，好，所以在中间的条款里面来讲，它的行驶道路就是以慢车道行驶。好，对，那这个部分就是限定行驶慢车道，那以机车的那个路权为主。对，谢谢。好，所以最后的建议，因为刚刚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以两个主轴，一个是以人为主轴，一个是道路的品质跟标志。那以人为主轴来讲的话，就刚刚讲的教育很重要，那宣导也很重要，那很多的委员跟讲家学者都提到这个重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严格取缔，去确保电动自行车的时速不会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一个状态。那在服务品质的部分，道路服务品质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好，那在文献当中也有探讨到说，就是你的那个车道的宽度，还有车道的这个车道数，好，都是重要的一个因子，影响的因子。所以我们应该要加强这个基础建设的品质，还有道路标示的设计。那对于这个机车跟电动二轮车，好，最适的这个车道宽度也要规范出来，因为要去思考一下。全台北市或者是全台湾不同的地区，那机车的密度，还有电动二轮车的密度，公车的密度，车辆汽车的密度，卡车的密度，然后去规范车道。那因为在所有的电动，在所有的二轮车来讲，其实它的车道是很狭窄的。好，那危险相对也会受到影响。好，谢谢。那以上是我的建议，谢谢。好，谢谢。我们因为中间不休息，所以要去洗手间的，请自己调整啊。好，接下来请民传大学陈明礼教授，下一个请成大交管系的郑教授准备。委员先进各位大家好，那我是明传大学商品设计系的老师，那我是教车辆设计啊，电动车啊，电动自行车的设计等等，我都有教这一方面啊。那我是觉得今天开这个公听会，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在69条，那69条我们很明确的定义说，电动自行车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啊，时速不能超过25公里，第二个重量不能超过40公斤。我们想想看，我们骑脚踏车时速25公里会出事吗？不会。那为什么会出事？那就是在这两条。好，那第一个，我的建议是什么？时速25公里，照理说不会出事。那为什么会出事呢？就是大家都在讲时速，速度在改变。为什么会速度改变？其实厂商都没有问题，厂商做的车子里面有一个控制器，那个控制器就是在25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电给限制掉，所以说绝对不会超过25公里。但是呢，使用人把控制器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线，而把那个白色线呢拔掉，拔掉以后呢，速度就很高了，那出事就出来了。所以问题是在这边。好，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我的建议是什么？控制器里面这个东西不能拔，而且要用法律上来规定，严格禁止拔或是拆或是改装，这是第一条。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重量不能超过40公斤。那这个问题又更大，那为什么呢？因为车辆不能超过40公斤，那不能超过40公斤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呢？因为很多业者为了要达到电动自行车的标准，他就想办法把重量减少在40公斤以下。那他怎么改装？第一个，该烧焊的他没有烧焊，该有支架的没有支架。那这种车子，同学大家各位先进，你敢开吗？好，这种车子
不敢开。为什么？这个车子开到那个马路上的时候，紧急刹车的时候，转弯的时候，哇，完蛋了，变形了，那会不会出事？当然会出事。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这边。所以我建议这一条呢，我是建议不要限制在40公斤，可以限制70公斤都没有问题啊。把这个东西范围放宽放大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卡驾照，因为25公里根本不可能会出事情。那出事情就是在这两条，所以我是建议是说，针对这69条来做一些修订跟修改。报告完毕，谢谢。在成大郑教授之前，我想提醒公部门交通部，我们今天大家一直讲到的25公里跟40公斤以下，我突然想到有一个要考量的是，我以用路人的这个观点来看，其实我们限制它的高度要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太低也是危险的。 我最近发现有人有很低的电动自行车，那这个低到有时候驾驶人会不太注意到，特别是我们这个货车或者是大型一点的箱型车之类的，我们限制了它的高度，我看不是只有上限，下限可能也要去研究一下怎么样的安全。 好，我们接着请成大交管系郑永祥教授。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与会的官员、女士、先生，大家早。我是成功大学交管系郑永祥。那我今天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整个电动自行车可能的一些相关的议题跟可能未来的管理。先生，那首先我们大概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说目前所碰到的这些问题，跟可能可以未来当然有一些自行车的定义，还有现在的法令大概有哪些可以可能可以考虑调整的地方啊，最后一些结论跟建议。那其实刚才听过各位的一些意见以后，其实今天大概有一些两个意见是互相的在可以互相的一些调整，就是说到底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个产业，到底是不是我们值得发展，跟因为产业发展所带来的这些人的使用的人增加的时候所衍生的这些交通问题，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取舍。 OK， 那刚才其实有委员刚才有专家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看起来目前现在大概全部加起来大概一年如果是25000台的话，累计也不过才20万台。那20万台乘以每一台单价如果是20000块的话，就可以算出它的产值。当然，你说未来可能是像机车一样1100万台，那才有可能。那未来电动自行车是不是跟自行车、脚踏自行车，或者是目前的机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竞合关系？会影响到这个产业的发展。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它目前已经有10几万的这些使用的人口，那这样子的话，这样持续的增加当然衍生了这些交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我们是往交通这方面去做调整，还是说要来看产业发展这个部分，那怎么样做一个权衡，这是我们一个今天来讨论的一个目的啦。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老人跟这个没有考照年龄的这些所谓的年轻族群呢，会使用。另外很多外配，因为他本身考驾照，或者是因为使用机车上面的一些困扰，所以他会用这样的运具来做他这样的使用。所以他可能是介于现有的脚踏自行车以及机车上面的一个中间，介于中间的这个运输工具。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警政署这样的资料是上升的。我们下一张，不管是死亡人数，虽然死亡人数不是太多，但是如果相对于这10几万的使用人口来说，其实也不算低了。再下一张，然后它的至少看起来它是成长的趋势，且不论说总数或是相对于它的母数，好，机车使用的人数、死亡人数一定最多，但是它有1100万的使用人口。那目前的电动自行车10几万的使用人口里面，大概每年都是有大概1000到2000的这样的持续的伤亡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下一张。那其实大家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说，其实之前也有看到，就是说电动辅助自行车基本上那边它是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所以基本上它比较好辨识，大
但难的是电动自行车跟电动机车从外形上面你几乎没有办法去清楚的辨识，所以这边几乎已经有一些共识，就是说是应该可能要去纳入牌照的上面的管制。现在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就是说，对人的部分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些，不管是考照，不管是可能的一些训练或是教育的部分，这个部分或许大家是觉得说会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发展跟它使用上的购买的意愿嘛？我想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那一下，那这边我想定义就很清楚了啊，人力为主，电力为辅。然后刚才也有专家有提到，就是说它的行驶速率在25公里以下，跟车重在40公斤以上的二轮车辆，好，这个是法规上面的定义。那下一张，那电动自行车其实也可以参阅，其实也是25公里以下。40公斤以下的这个二轮车辆，那关键就是说，这25公里是不是在出厂的时候是25公里啦？实际上，它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25公里？我们在，因为我也是担任车祸事故鉴定委员以及副议委员，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车祸，事实上，不见得是25公里的哈。所以刚才其实有专家有提到，那法令定了以后，怎么样去有效的管理，其实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必须所关心的。好，这是定义的部分，下一章。那法令的部分其实可以参阅，其实目前已经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在审验的时候也有电动自行车以及电动辅助自行车刑事安全审验的一个管理办法。下一张。所以我们有做一个比较，其实在提纲里面有提比较说到底它的动力来源还有是否需要挂牌还是需要考照。我想红色的部分就是说电动辅助自行车跟电动自行车目前是不需要挂牌，也不需要考照。那现在考照这个部分的争议到底要被怎么样被认定？另外，法令上面到底是目前都是被认定是慢车，那电动自行车这个部分是否是放在慢车，还是说甚至是 upgrade 成机车？这个跟未来的产业发展是有关系，跟未来的政府要不要有把这个资源放到这里面有关系。因为如果政府在买这些车辆的时候有补贴的时候，它自然使用量就会上来了。那使用量上来说，当然会衍生了一些使用的在路上的交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都讲到人，我们现在都讲到车，但是我们的路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负荷？现在它目前它行驶在机慢车道嘛。那在北部的话，因为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是相对比较 OK。那但是只要出了台北以后，很多的使用者，不管是高龄者，不管是一般的大众使用者，他都是使用机车。那机车，如果你把这些自行车也放到这些路上的时候，其实路上的路权分配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被讨论到。好，那地方主管机关是不是能够针对这个目前使用的这个车辆数去做道路剖面上面的路权的一个调整？这个也必须要去做讨论哦。下一张，那这个也是一样哦。刚才有提论到说，是不是要戴安全帽，或者是是否能够行驶在人行穿越道或行驶人行道？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还没有去有效的纳管，这个部分或许等一下我们也来可以听大家的意见。下一张。所以结论上面，我想如果根据这个事故的资料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要考虑把它纳入这个监理机制。那当然行照跟驾照这个部分其实刚才是有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等一下或许大家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那当然很清楚的是，因为它在外观上是几乎是没有办法去认定，在执法上也有困难。这在南部我们的警力光这个执行这个车祸上面的一些事故鉴定就已经有力有未逮了，他还要去取缔，这样是有一些困难。下一张。那所以说呢，应该考虑修订来确定说它的法条适用的合理性，来确定它认定它行驶的路权。那目前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自行车目前是均被归类成慢车嘛？那是不是电动自行车这个部分的认定到底是怎么样被有效的去确认？这个部分也可以再讨论。所以我最后是有一个问号，是说那到底是不是要取得驾照？那如果说他不是用驾照取得的这种方式，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在取得这个车子的行驶在路上的权利之前，他该接受基本的一些训练跟教育课程？刚才其实也有专家有提到，否则的话，他可能介于权利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个东西是动态的过程，随着它的量的使用，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加剧。现在的法令环境是因为现在的目前的量还不算多，只有大概十几万、二十几万。未来如果产业的发展希望往这边资源去投入的时候，整个配合产业的发展，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开始要真的好好的去想，它一定是要用透过考照的方式来确保一般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而不是只有骑乘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者的安全。所以我想这是以上我的一个建议跟报告，谢谢。
好，谢谢郑教授。我们接下来请圣约翰大学杨进丁教授。哦，没到。南台科技大学许哲嘉教授。主席，长官，还有就是在座的那个学界专家大家早。我是南台科技大学机械系那个车辆组的老师今天有幸的话哈、来这边的话对呢有关于呢就是呢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话要纳入如何纳入管理。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我大概在汽车嘛哈。这种教学还有参与实务研究计划嘛哈，那同时也担任多年的那个车辆事故鉴定委员。那这样的话，我提出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嘛哈。那么第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如果第一，我想大家大概全世界都有共识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自行车。啊，怎么说？这自行车的话，原本从人力要改成电动啊，我用马达产生电力的话哈，来辅助。或者说让我们省力，能够更方便哈，达到这样一个需求。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说，这电动自行车的话，为了它安全性的话，我想全世界各国的话，对，因为既然要把它纳入自行车，所以呢，就必须要哈对它的速度做一些限制。像我们台湾的话，是规定是25公里以下。我想，大家都有共识嘛。大家，刚才的话，很多委员、专家的话都提到25公里。事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对车辆哈，就是说它的路权是属于机车还是慢车还是行车，实际上最主要的参数就是那个什么车速。那车速的大小的话，会影响到就是说，我想很多的交通事故嘛哈，很多大概都跟车速息息相关啊。比如说我担任多人那个车祸鉴定的话，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哈，双方或多方嘛哈，其实来讲我最有兴趣是说。去探讨他的车速是多少，啊，一般来讲，当事人一定不会告诉你说我行驶车速多少多少，啊，所以我们都是用反推法，啊，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交通部嘛，哈，那个多年以前的话，哈，给我一些计划，啊，做一些做车跟车祸鉴定，怎么去做车速推估，啊，摩托车摔倒，从他的摔倒距离的话，哈，去反推来他的车速。那么我是觉得说，哈。很多的我们的车祸事故的增加频繁的话，实际上是跟车速还有使用者的驾驶习惯有关系，啊，所以呢，在我个人一个看法上讲的话，既然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话，哈，我是把它当作就是自行车，这是我个人浅见哈，这个浅。那如果说把它列入轻型机车的话，我是觉得说哈，感觉上说这电动自行车有它外观，外观很相近嘛哈，有它的型，但是没有它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它的能力，它的炮，它的动力的话就是25公里，所以如果说把它当作轻机车看待的话，好看待的话，我想对呢整个我们多十几年来的话哈，长期经营电动自行车厂商的话哈，情何以堪啊？因为它投入哈多人哈，在这相关的一些产业的研究还有发展，我在南台科技大学的话，我办了大概我们已经办了27年的车展。那么，为了配合政府政策的话，我大概在整个车展当中的话，哈，我都会把电车辆协会，啊，电动车当作一个区域。那为什么呢？我希望说这十年的话，能够哈在台湾的话，那逐渐的，就是说把一般汽油的引擎车嘛，哈的机车，能够逐渐的话，把它改成那个电动的自行车或电动机车，那减少了，就是说。可以减碳嘛，哈，减少环境上污染，所以这点的话，我是希望说，哈，能够哈把它归类为自行车。我想大概这是全世界哈目前的共识嘛。唯一的差别在什么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在大陆，它是限速20，啊，在美国的话大概是好像问一下32吧，啊，有些的话在欧美的话啊是25或30，所以大家都是认取。那为什么要定这个车速的话，就是说用这个车速很明确车的话来定义哈，它是自行车还是机车，好，那这样我也明确定义的话哈，我是觉得说哈，我想以前交通部也是一样嘛哈，都是把它归纳为慢车嘛哈，跟自行车一样。那么怎么讲呢？
如果以那个目前电动自行车设计嘛，跟我们的脚踏车 来看的话，实际上脚踏车来讲的话，脚踏车重心比较高，脚踏车的车速来讲的话，实际上也可以开到30公里以上，四五十公里也是没问题。那我想平均起来的话，大概一般的骑乘的话，大概是20公里上下嘛，20公里上下。那我们的电动机的话，也是在20几公里。那我们电动机车目前来讲，很要命一点是说，它在整个设计的话，就跟我们的电动机车一模一样，外观太相近了，所以说怀璧其罪嘛，当初来讲的话，我们的电动机如果把它设计成脚踏车的形状的话，我想大概今天就不需要来公听会了嘛，大家会把它视为自行车看待嘛。那以电动自行车目前的设计的话，它重心比较低，它跟我们的电动机车差不多，重心比较低，所以对一些引法组来讲，对那些在车辆组的话，没有驾照的人来讲话，事实上来讲话，自行车而且脚踏车嘛，跟电动自行车的话，像电动自行车是稳定度比较高，再讲应该是会比较安全。那我大概去查过嘛，事实上自行车死亡人数的话还高于呢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在104人的话好像有4位嘛，那各位可以查一下，我们的自行车死亡人数更高，所以如果说把电动自行车纳入管理，是不是脚踏车自行车也是不是需要纳入管理，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整个讲刚才我有提到嘛，我们现在肇事提高，当然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增加了，这是一个好事，我们用电动自行车逐渐来取代汽油车，汽油车机车，那些好事。那当你的车祸事故增加的话，是要讲不是说要把它改为汽油机车来管理，而是说可以从教育，从态度嘛，从驾驶习惯，从这方面的话去着手，而不是说因为这样的话便是把电动自行车改成那个什么列为列管汽油机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嘛。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当电动自行车改成列为入选列为那个汽油机车的时候，那我想的话，我们很多年轻的话大概他会选择一般的电动机车，干嘛要选择电动自行车？今天最大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电动自行车比较便宜，大概一部的话2-3万块钱嘛。那么很多人的话，但是一般电动机车呢5-6万，很多人的话，一般人群的话大概不会选择这种工具，为什么呢？太慢了，就是因为太慢，所以才导致一些不孝业者，或者说使用的话擅自变更那个什么最大速度调整装置，把它改掉了。所以这个来讲，我们要从这个去着手，如果说能够把电动自行车不是造成跟电动机车混淆，譬如说我们可以用标章或者说专属的牌照，然后让它戴安全帽，跟一般电动机车一样，那在整个道路上讲不会显得很突兀嘛，两部机车，一个戴安全帽，一个没戴安全帽嘛，那我从我们这些思维，譬如说交通部的话，我想大概刚才有提到的时候这方面的话，它也在加强，有没有？不断的，譬如说在外观的限制啊、安全帽啊，都有在做。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如果说把它列为轻机车，是建议是不要。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万能科大王荣祖院长。哎，再来就请交通部了哈。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学先进，大家好。我想从刚做到现在，大家听到很多不管学理或者是专业的部分的一些见解。那我是来自万能科大观光参与暨管理学院。那么各位可能很好奇为什么会找我，因为我在台湾念的从大学到博士全部念交通运输，所以可能是这个专业背景。那么刚才听了这么多理论跟学理的专业的解那个精辟的那一些分析，其实我今天来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我来自宜兰一个乡下的地方，我们家其实很先进，我们家电动机车也买了，电动自行车也买了，但是我居然不知道，我是回家之后发现，这长得好像机车一样。那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回去跟父母聊了一下，
我说，听说要考驾照，还要挂牌，挂那个还要办行照。各位知道我父母第一句话讲什么？我考得拜托啊。这很简单的消费者行为，你让我麻烦，我就转移我的运具使用权。所以我觉得，或许刚刚所有的学者讲的，从理论、从学术都 OK。那我也觉得这边都 OK。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消费者行为的移转？也就是说，如果摸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电动自行车跟机车肇事率，这应该大家都有答案吧？哪一个会高？如果大家认为那个速率是肇事率会成正比，机车的速率一定比电动自行车高，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看问题从消费者行为来看。好，那更何况我们的新政府是非常重视民意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要表达的。第二个，我觉得如果好，我也讲一点专业的东西好了。运具的话，其实什么都不用讨论，只要讨论一件事：安全。所有的运具，不管你有多么环保、多么绿能、多么低碳啊、多么的便民，只要不安全就不要用嘛，因为这是国之根本。可是安全的部分在运输界追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零事故。如果全世界有一种运具可以零事故，我想大家都会鼓励用那个运具。那问题是不可能零事故，所以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会去看什么？看事故的成长率。因此大家刚才都有提到，因为电动自行车的使用量变多了，所以它的肇事率就提高了。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也是尝试啊。如果一个东西使用量增加，它的瑕疵品会降低，那请介绍给我，我想做这个生意啊。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问题啊，它使用量一定会增加。可是如果因为我们的管理措施造成它的使用量降低，我觉得对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那个对国家发展都是不好的。那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样，既然因为使用量增加，事故成长率也会增加，所以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可不可以从管理的层面来看？第二个，我们从教育的层面来看。那如果我们从管理的层面来看，我的建议倒是有三个。第一个可以从车辆管理的部分。那车辆管理的部分刚才有提到，我从相关资料看到，我一直很好奇纳闷一件事，电动自行车40公斤，我年纪越大越胖，所以我现在大概快80了。我一个80公斤的人坐在一台40公斤的车上面，到底是我保护他还是他保护我？这也是尝试啊。我们在一个越轻的运具上面越不安全啊，因为我底盘是轻的啊。所以我倒觉得说，刚刚很多人建议重量可能40公斤以下，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啊。可不可以比照电梯啊？各位知道电梯怎么算？每个说我电梯可以载多少人啊，就是用60到70公斤来平均嘛。所以有没有可能提高到一个让人家骑乘起来会比较安全的一个重量范围？这个反而是降低事故率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在车辆管理的部分，刚才有提到就是速率的部分。那速率因为刚才大家都提过，所以我现在也不提了。其实大概几公里可能这个还可以再研究，但是重点就是说，如果违法改车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执法问题啊，这不是管理面的问题，这执法到底我可不可以在路上发现你车速有点过快，马上拦下来？我们大家可能都被开过那个超速的那个，对不对？所以表示他有一个仪器可以测嘛，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管理面，我是觉得还有骑乘管理的部分。那骑乘管理的部分，刚才大家有提到，不管行照或驾照，我刚才提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今晚被给我扣牌，我考都拜都啊，反正我有机车驾照，我干嘛再去考一张？那我们不是就担心我们自己的父母在骑机车不安全，所以才买一台电动机车或电动自行车给他吗？那如果走回头路的话呢？这后果谁敢承担？哦，这个东西虽然需要数据啊，但我是在这边真的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不能等到我把它管理之后，结果大家回头去骑机车，肇事率提高了，死亡率提高了，我们再开始回头检讨。当时公听会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件事？黑北湖啊，因为人都翁乡一样，所以我是把安全摆在所有运具的第一位。那另外一个就是，所以我建议的在骑乘管理的部分是跟牌证有关的，就我认为真的不需要到驾照了。你如果越扰民的话，他一定回头去转移他的使用行为啊，这是非常简单的尝试。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为了安全的部分，或许可以让它有一些配件嘛。刚才有提到，可不可以戴戴安全帽啊？那可不可以装一些避震器啊？好，类似像这种哦。那第三个就是在行为管理的部分哦，可以限定年龄，然后比方说几岁以下不能骑哦。但如果有这个规定，我其实也是觉得比国外严格了啦。啊，国外在这一块其实都没有在限制哦。那另外最后就是谈那个教育的部分哦。哎，大家喜欢在谈教育就很理想化的说，就叫学校啊。我来自台湾哦，排名在中下的学校，我必须面对问题哦。现在囡仔就歹教，所以如果你把希望放在学校的教育，那拜托从幼稚园开始，大学生不会听你的哦。大学生是我们要听他的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教育这一块，我的建议是用宣导的方式。用各种媒体啊，或者是拍拍影片啊，那现在找一些年轻人来拍摄那种短片，让他们喜欢看的，能够吸引他们的，类似这种方面来做教育，OK， 所以最后我的建议，其实在专业的部分，刚刚大家学者专家提到的，我大概都觉得很 OK， 可是拜托，运具只有安全，还有消费者行为的部分，必须认真考虑。好，以上是我报告，谢谢。好，在交通部要回复以前，我们先请这个地方政府哈，地方政府因为有北高两市、台东、基隆、桃园、南投，我们是不是请台东县官旅处的来做一个代表就好，好吧？因为地方的立场，我想应该都差不多。如果不够的，要做补充的，可以再举手哈。就是地方的政府，我们请台东管理处副处长王国正副处长。怎么样？你没有准备，你不想发言，是不是？没有关系哈，不勉强。我是想说要一个地方的代表哈。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议会的代表，那我想，听了各个专家学者跟代表的说明之后呢，其实站在我们地方的立场，事实上立法来管理这些电动机车，我们是很赞成的。但是我提出两点哦，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段期间台东在观光发展上面，因为电动机车还有我们自行车的部分，在我们池上。因为有一个金城武树之后呢，蓬勃的发展，同时呢，在这整个自行车的部分，因为带动了台东的整个发展，但是呢，同时也有一些电动自行车的部分在我们在整个发展里面来到我们的整个发展里面，但是呢，目前是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两轮，那是不是也要考量到说，我们目前台东呢也发生了一个电动四轮的自行车也在里面，那我想说，可能要建议说一并来考量电动四轮自行车这个部分要不要纳入来考量，因为目前呢，我们台东也有一些电动自行车变相把四轮呢，它应该是脚踏的，那把它变成一个电动自行车也在我们的省道里面走，那我想提出这第一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在整个电动自行车的发展里面，我很赞成，就是说，他把它做一个管理的那边。那我想对整个地方的发展管理刚才有学者谈到，就是说，在整个立法的过程当中，执法是最重要。那如果电动自行车没有一个那边跟管理的话，原则上我们的警察单位地方单位是没有办法执法的。我以上做这两点，谢谢。好，请问其他地方政府有没有人要做补充？没有。好，我们现在就请这个交通部，请次长。主席，还有与会的学者专家，还有各单位的代表哦，那非常感谢哈。今天由叶委员召集的这个公听会让我们交通部呢
听到了很多这些宝贵的意见。那以下呢，我大概做简单做几点回应哦。第一点是，针对刚才我们林司长所报告的短期措施这个三个部分呢，包括第一个外形，这个短期措施原则上听起来大家都没有很大的意见，没有反对的意见哦。这三点就包括第一个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外形是需要限制的。第二个，它是应该要悬挂牌证，以示区别哈。第三个，最重要是要佩戴这个安全帽。所以第一点就是说，对短期措施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意见哈。这部分，因为我们等于走到一半了哈，已经发布了哈，但是现在就等69条奉大院这个核准这个修订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推行。然后这个是第一点报告。第二个，今天听起来，以大方向来讲的，大家是认为应该兼顾哈、这个电动自行车在产业方面的发展，以及交通安全的管理这两个层面哦，都要兼顾，两者哈、不能失之偏颇啊、也要兼顾它的平衡性。我想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意见哈、我们在今后这个做整个的政策的订定的时候呢，也会考虑这两个大的面向。嗯，这是第二点。第三个，今天大家提到很多这个电动自行车肇事的问题哦，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李坤哲委员提到的，我跟大家报告一个也许比较正确的数字哦。电动自行车大概随着它车辆的成长呢，104年它的受伤人数是1526人，大概是101年哦，这个四年前的524人的三倍哦，就是短短的这个四年之间呢。随着车辆数的成长呢，整个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肇事率啊，已经成长了三倍。当然，死亡人数刚才也报告了，大概去年跟前年跟去年，大概每年都有4人死亡。哦，这是实际它肇事发生的情形，这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的。当然，肇事原因大家好像归责起来，就是因为它没有照原来我们所规范定的25公里这个速限啊。那大概所有的原因都是归责于这个所谓的改装它的控制器这一部分。那当然这就是最危险的部分哦。我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根据我们用研所收集的国外的这个研究的资料呢，像我们这种行人也好，自行车也好，机车也好，这个不像汽车是有包覆的这种交通工具的话，它在你的时速如果是这个在30公里以下的话，它产生对撞或边撞所发生的死亡率大概是10%以下。那如果你的速度是超过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话，你的死亡率是80%以上。好，大家大概听了，我再报告一次，就是说就像我们限制25公里，照国外的这个研究的话，它就是产生对撞边撞的话，它的死亡率大概是低于10%。但是你的速度如果超过50%的话，它是死亡率马上就拉高到这个80%。好，这个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定25公里，而是最大的原因。所以基于这一点呢，大家提到这个所谓考照的问题哈，我想，刚才这个亚东学院的黄斐慧教授提到了两点哈，我觉得是可以大概可以涵盖大家的意见。他提到两点前提的。如果不要考照的话，是基于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要去加强交通安全的教育跟宣导，第二个就是要严格取缔提升这个改装速度的这个行为、如果说这两点能够落实做到的话，甚至必要的话经过立法的程序限制或是禁止这个改装这个提升速度的控制器的话，这两点能够做到的话就不需要考照、这是一个大前提、我想我们也可以在纳入未来做政策的参考。那当然，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一个所谓30公里到这个50公里会产生这个死亡率骤升的问题哈，也是将来我们在考虑在限制这个速度改装的这个部分一个最重要一个参考。那最后一点就是要不要考照，然后如何考。包括刚大家有很多人提到的老人家要不要限制，14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要不要限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参据哦。我想我们回去呢会针对这个议题啊，再做深入的探讨跟拜听各方的意见。好，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请问还有没有人要做补充的？如果没有，我有一点简单的回应。刚才有一位老师说，他的父母如果要考照，那他骑机车就好，是这样了哈。我相信这个交通部也一样哈，有机车驾照的要就算将来电动机车、电动自行车需要考照，我说将来。那他已经有机车驾照，应该这个就不需要再考了哈，因为我们主要是安全考量，安全考量最大的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各项的规定，他必须要清楚了解，还有年龄等等。所以呢，就像现在持有职业驾照就不用再考这种其他的驾照一样的道理哈，所以这点简单做一个回应。现在专家学者跟委员的发言经已完毕，请交通部做整体回应，也回应过了。我们现在没有其他单位要做补充回应的。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8条规定，委员于公听会终结最后10日内，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见提出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出席者。同法第59条规定，公听会报告作为审查该特定议案之参考，所以我们会把各位的宝贵意见综合归纳，并汇编成册，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今天出席的所有的贵宾参阅。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出席及提供宝贵的意见，谢谢各位。我们有准备便当来了没有？有，来了，送。我们有准备便当哈，请各位也带走，不然我们会剩太多哈。谢谢哈。今天很重要的是环保绿能，所以减少厨余也是一种环保，请大家一定要带走便当，谢谢。